而且我刚跟大家好了，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走访车，好，咱们看一看这里是我们的房车，到底是看哪个房车？然后咱们到这里，然后还有一辆消防车，咱们没有把它开过来，所以说咱们这些消防员一直下不了车，这让我非常的感慨，是吧？好了，咱们现在终于可以踢啊，踢。消防车先把冲起来，然后就把它启动起来。非常完美。哇，这个可能就这个火烧的真的很旺。咱们的切换一个消防员，哎，这一个加过消防员帽子上竟然是250，咱们再切换一个，哎，好像东西还没准备好，咱们再切换一个，切换上，哎，为什么这一个安全帽上面还是250？还得更高一点，问题没错。对，云梯我消防车这个很帅气。这个位置的话，哎，好，已经够得着这个火了。啊，这个火还看起来挺好灭的，是吧？掉三分之一的这个火，二分之一，马上就把它全灭了。好，这个火已经差不多了，只剩一点零星小火，对吧？漂亮 ，perfect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的话就给大家带到这里，喜欢咱们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